音可慢哦，那我打一次一个 for 的叙述的话，告诉他说 for i， 这个 i 呢是一个变数，这个变数的话它会不断改变，那改变我刚刚提过了，它的范围是第四列到最空一格 to 4到103 OK， 然后你 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 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就打完了，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帮我哈，哎，产生一个变数哦，这个变数的名称叫 i， 那这个 i 的话是自己取的啦，不见得叫 i， 你叫 a 也可以，叫 b 也可以啦，好，反正这个名称是自己取，叫变数。那这个所谓的变数是它里面的资料会改变，那改变一定是从什么？从4开始，那它 next 就下一个就变 5，next 下一个变6，直到呢它改变到103为止就结束了。所以回圈的意思是说，我从4到103帮你改变，然后呢帮你做重复的动作直到103为止 OK、哦、所以 for 回圈是一个范围哦，4到103，所以刚好符合我们的需求。第二步的话呢，好，第一个请你打一个 for 回圈，应该不复杂了，反正这些你不要打错任何的字就 OK 了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呢，请你把刚刚这一行怎么样搬到搬应该会吧，选取它，按住不要放，拖拉到它的中间 OK、哦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请你多按一个 tab 键，下一阶表示说它在里面被执行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多的那个空白力、哦、把它删掉好了、哦、让它看起来就是比较完整的结构、哦、类似长得像这样子。那里面要做什么呢？基本上、哦、一、打一个 for 回圈，二的话呢把刚刚那一行放到中间，并且多按一个 tab 键。三的话呢，请你做下一个动作什么？把原来的事做什么？哎，对，没错，就这么简单。意思就是说，反正刚刚只有一个事嘛，那我现在要不断改成4到103的话，所以你只要怎么样，把刚刚的事改成 i， 把事改成 i， OK， 所以会有几个地方呢？总共会有应该也是4个地方哈。把那个4改成 i，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，OK 哦，这边哦，改完喽 ，OK 啊，不要打错了哦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反正没有很多哦，哦，不过每一行都非常的重要，哦 ，OK， 哦啊，然后该做了啦，反正要精确，像我按 tab 键有没有？这个也一定要，因为有些同学哦都忘了要打 tab， 因为想说囫囵吞先把它打出来，可是有些动作啦，我觉得您可能要确实。因为如果没打的话，它全部在一起，程式一多的话，你看不出来哪一个是在 for 回圈的外面，哪一些是在里面执行的。所以这个阶层其实就会看出它那个内外的关联性。OK， 所以按个 tab 键，那接下来你都打对了哦。OK， 那没有问题之后的话，请特别注意哦，接下来执行它看看，如果呢你看到的结果是它会从第四列到103列呢全部帮你执行完毕的话，那恭喜你，你的程式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试一下啊，这边的话我把它移到旁边去，然后游标移动放到里面按执行，哎，全部执行完毕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请你把门号这个程式改成清除，清除的话就是哎，我把这一段程式哦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复制一下， Ctrl C贴到下面就可以了，然后呢把它改门号两个字把它改成清除，清除好 OK。 那可是问题你现在清除但是问题来了，我现在清除输出还一样，所以请记得你只要再多做一件事，就是把储存格后面的东西怎么样全部删掉。那清除的话在 Excel 里面其实就丢空字串了，就两个双引号就可以了，意思就是说怎么样，把刚刚的东西贴过来之后其实一贴过来复制贴，二的话改成清除，三的话呢把后面的东西呢用两个双引号取代上面的东西，那就是清除了。 OK， 应该可以看懂那意思了 OK， 好，做完之后呢再来就把它怎么样执行那个清除的指令，清除，这时候的话呢它里面的东西又全部不见了。然后呢我们其实基本上这样做完之后的话呢就已经
做出类似上个礼拜哈用聚集录制一样的结果了，但是它最大的差别什么呢？这个地方不是用录制的方式哦，而是自己写出来的哈，这第一个。第二的话呢，哪些不一样？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它丢出去的结果就是0911哦，可是你切到上个礼拜聚集这边哈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聚集里面的东西啊，你把它执行的话，它会是什么呢？一个公式，有没有？那这两个是不一样哦 ，OK 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那做完之后的话哦，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其实你还可以把它变按钮，做按钮的方式哦，跟做聚集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啊、哦，如果说我现在假如已经写完之后，那我要把这两段程式两个 sub 哈、哦、变成两个按钮的话。那其实做法跟上个礼拜那个聚集录制做按钮一模一样，插入表单控制项里面的按钮，拖拉一下，好，然后呢找到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哦，这里面聚集名称哦，它就会出现你刚刚的 sub 了，门号跟清除。那所以呢，我可以怎么样呢？直接找到门号，然后呢把它复制一下，因为复制就少打两个字。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在按钮这个。把名称改掉，贴上变门号。那清除的话，我上个礼拜讲过，因为我要让它一模一样大的话，所以我的习惯是按右键复制之后的话，然后把这个门号再贴一个。为什么要再贴一个？因为我可以拿这个来做修改，因为我要避免说下面这个清除的按钮哈，它的大小跟上面不一样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清除掉之后，再重新哈把上面的名称也改掉。按右键你可以怎么样重新指定聚集，然后呢修改它的那个这个名称之后的话啊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一下门号，哎，你会发现执行了清除，这时候就全部清除了哦。 OK， 应该没问题吧哈、哦、都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哈、哦、只是说你要能够把这个结果做出来哈、哦、其实可能还是有点难度哦。所以特别重要，一，我刚刚是把刚刚的这个外面包一个 for 回圈，二，把里面的 i 改过了 ，OK，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执行4到103列。再来的话呢，把它这个门号的 sub 到 end sub 复制贴到下面，改成清除，后面的东西改清除 ，OK， 就是两个算号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有一个门号跟一个清除。好、啊，再把这两个变成两个按钮 ，OK， 好、哦，试一下哈、哦，我想应该没问题了，先试试看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自己怎么样？哎，把那个 VBA 撰写完毕了哦。OK，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刚刚讲的这部分哦，按钮自己写出来。其实理论上程式只有三行，一个回圈加一个叙述。